吃一个蛋蛋。我也要吃蛋蛋。你为什么要吃蛋蛋冰淇淋？阿伯伯，阿奶奶伯，阿奶奶阿伯，阿伯伯。他是可以的。阿奶奶伯，阿奶奶阿伯，巧克力。咚咚咚咚咚，怎么有声音啊？芒果。嗯，不好喝啊。嗯，这个怎么不好吃？因为没有拆哪了。耶，赶快拆一拆。我要用锅子。来，换小乖吃。让小乖吃这个。嗯。你不要吃巧克力啊。你喜欢吃巧克力吗？用讲的又怎么了？我那你这样用别人，然后别人就想要吃，这样没有人喜欢跟乖乖玩。这是好吗？来，你要吃哪一碗？你要吃哪一碗？哇！好傻傻。你看一德德一个蛋快要吃完了，你还在那边连坐都还没坐下。我们我也要吃蛋蛋。小乖也要吃蛋蛋吗？这么好吃耶！好，赶快吃，我去帮你用。你吃面，等下搁吃冰淇淋蛋糕。啊，你这面应该吃不完吧？好，那我们家的家乐福会泡吗？应该吧。我在做冰淇淋，哈哈。好，要吃冰淇淋蛋糕吧。你赶快出来，你一口都还没出到。应该是阿肥蛋糕吧。你看小乖都在吃冰淇淋，你可以避开吧，阿肥。